好嘞，赖分享。哎，古玛吉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么古色古香的传统艺术中心。是啊，感觉回到这种乡下的感觉。讲到这里啊，通常大家对自己的印象都是来学习一些东西啊。对啊，什么打陀螺啊，什么之类的、啊。对，哎，想不到这里有住宿、嗯。哦，有住宿、啊。对，而且就住在这么厉害的地方，好酷哦！我们马上要请到我们的孙部良，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孙部良，你好，欢迎。好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边啊？为什么要来到这边住宿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传统艺术中心，它是一个传统艺术的传承。那我们这边是提供住宿，就是学员他经由报名来这边学习艺课程，所以需要那个有一个安排住宿的地方。它虽然是古色古香，可是其实从外表看就还蛮干净。你们是有重新再改建过吗？有，它里面是很现代感，但是本地，对。哦，那应该要来看一下。那带我们查。我们现在进来到这一间房间了，那请问孙部里这间房型是？这间房型是庭院套房，庭院套房它全部都是安排在楼下，然后就是适合那个家庭的，比如说两代同堂、三代同堂那一种哈。它的房型架构是有一大床，两单，后面还有一个小阳台。这个会馆外是浓浓的怀旧风格，房间内则是相当舒适的现代装潢，而外面的大庭院有旧时三合院的稻埕空间，相伴着大池塘，很适合大人们于一旁坐着聊天，而小孩在西院里嬉戏，很舒适呢。而接下来再来参观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房间喽。太棒了，哎、欸，完全就跟我小时候住的那种一样，上下铺哎，而且可以爬上爬下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孙部里这一间房型叫什么？它的名称为家庭套房，是一大床，搭配上下铺。这种房间很深受小朋友的喜爱，真的，因为就跟我们儿时的记忆是一样的。对，一般小朋友来到这边都哇，都很惊艳。对，然后那个如果有两个小孩子，他们就会吵着说在那边猜拳，我要上铺，我要上下，对，要楼上楼下这样子。我发现你们其实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。对，因为这种房型我们是两间一组。然后它后面的拉门是日式拉门，它拉门是可以相通的，所以很适合哎，比如说几组那个家庭啊，安排那安排在一起，把拉门打开，然后那个大人就在客厅那边泡茶喝咖啡聊是非，那小孩子就可以串来串去的串门子，这样很方便，就可能可以是两个家庭来，或者邻居啊，对，隔间类的啦。上面好像还有通道，小小的通道嘞，有一个小小的游戏空间，对，从那边就是。哎，小朋友就好奇啊，就看楼下的状况这样。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不建议小朋友上去，因为为了安全，可能还是要比较青少年年纪稍微大一点，比较懂得顾自身。这里还有大片的落地窗和直对窗外的桌椅，让你可以悠闲的欣赏窗外的风景。除了刚刚介绍的两个家庭房，会馆也有属于两个人空间的雅致双人房，同样能享受很舒适没压迫感的大空间哦。而介绍完了房间，来到传统艺术中心，更不能错过的是传统技艺的课程哦。刚沿途走过来都好多有趣的店哦，很那种古香古色的店，对，真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这家店，然后请我们这家店的店长吴店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吴店长你好。我们这个传统艺术中心，它是在做技艺的传承。那所以我们在街上，我们事实上学校都可以来这里做校外的教学。那我们有很多的 DIY 可以让你们做选择。有捏面人啦，也有陶笛的彩绘哈，还有各种各式的都有哈，很多东西。那我们的店里面是，彩绘陀螺。那小朋友哈，打陀螺是训练小朋友的准确度，而彩绘的话，我们这个是这个陀螺的话，让小朋友彩绘就很简单。但他们很容易上手，好，那上面有纹路，小朋友可以按照上面的纹路一圈一圈画不同的颜色，像彩虹的颜色，那陀螺转起来就很好看，很漂亮。彩绘陀螺是名义大街上人气很旺的课程之一，由于大多数是小孩子喜欢的课程，所以店家提供的颜料是对人体无害的哦。而现场还有老师指导外，也提供吹风机，让颜料可以加快干的速度，所以整个过程并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。要是你没有 idea 的话，现场还有很多卡通图案的范本可以参考哦。耶，我们完成了。你画什么？这个是太阳。
那既然我们宜兰来到了宜兰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嗯。当然是要画一些这种马戏团，不是跳火圈啊，还有那个棒子。不是啊，这些杂技这些的、啊。底下是属于那种红砖墙，比较复古。那我来，你看出来我在画什么吗？啊，我知道，面包超人。小丑。啊，小丑、啊。对，就是像这里的人给我的感觉，就是不是像小丑，是代表说像这里人感觉就是都是校园主看，然后都很热情、嗯，然后看到他们心情都会很好。是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像我们这么画的这么辛苦啊，那、嗯、那个吴店长、嗯，这个我们可以带回去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吗？等一下还会请专业的老师教你怎么打哦。哇，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拿去当。纪念品，对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学一学，以后回去订红蓝框，对，可以教那些侄女啊那些们，对，传统的记忆哦、嗯，真的，我觉得来到这里啊，真的很开心呢、嗯，因为体验了各种各式各样的记忆、嗯，而且啊，还有以前人玩的这些铜碗，对，而且还可以住在这种古色古香的会馆里面，对、嗯，就是这种很复古风的地方、嗯，然后我觉得来到这里啊，不管你是老一辈的阿公阿嬷、嗯，或者是爸爸妈妈，甚至带着你的小朋友。你都可以一起来，就是重温以前，就是阿公阿嬷带给我们的那种儿时乐趣。对，真的，今天特别谢谢我们的吴店长，谢谢，赶快来这里喽。